直播图画面可以看到，银色轿车整个栽进了渔港里，而里面呢还有一名男子受困在其中，海巡人员赶快游泳过来救人。我们来看一段稍早画面。而不久之后，驾驶从水面探出头，原来这一名57岁男子稍早因为下雨视线不佳，再加上路况不熟，回转时连人带车摔进高雄中云渔港，幸好他意识清楚，没有明显外伤，送往当地医院救治。我们来听一段海巡人员说明：救援过程中，男子脱困游出车外，由海巡同仁拖带至岸上，经林园消防分队初步确认意识清楚。杜苏芮台风过境台湾，海巡署呼吁民众开车经过海边时务必要小心慢行，如果发生紧急状况一定要拨打118专线请求海巡队员救援。那么以上是来自高雄的最新状况，将时间镜头交还棚内主播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